铁锤，今天我们吃这个，也不知道他还记不记得这个味道。昨天可吃了好几个月，当时日子过得很紧，我又要养自己，又要养十几只猫。为了在有限的条件下给它们更好的，我猫粮都选了好久，最后选的就是这款含有40%蛋白的鲜肉五谷粮，配方前三位都是鲜肉，最主要是老杨还测评过，我就更放心了。是不是想问为什么我现在才推给大家？当然是品牌方看上铁锤了呀。正好也确实不错，所以就推给大家了。铁锤拍完了，你别吃了，你看你都胖成什么样了。